这又是一个证件，这东西没有了，拿走了它就再也没有了，以后也没人印了，是不是？电影里头电影有，全部收，还挑，就这一盒全拿走，这一套墨，登记的，登记日期的，这个、都是旧的，老的了，木头的，然后这是铝合金的架子，中间橡皮的，和现在的不太一样了。戈尔巴鸟地区的街道。哦，对，这是油印机。大鹏联系市长了。对，下面是国旗，沙做的国旗。对，就这样的国旗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应该是礼仪上的那种国旗，礼仪上的那礼仪旗，打开看看呗。来，我拿着灯。红沙这个，这沙可是好东西啊。哎，这我要了。这能干什么用吗？这装饰。水果，然后做一小兜，不是剪一块一绑，水果不招虫。这个，那你糟蹋了这东西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是那礼节上头仪式上用的旗，就是什么红，保护军号。大家过来，这儿也有宝贝。啊，好。这儿有树，这儿有树的。那还有一个，这是竹帘子吧？不是，就跟咱那个背景板似的。对。幕布呗。嗯，哎，不是，幕布，幕布啊，电影幕布，放电影的，放电影的，对，放电影，真是，实际是当投影幕，对，投影幕，这也是老电影幕，现在投影仪用这幕布有点，都不用了，不反射不了，对，现在都白墙直接投影，直接挂上了，嗯。嘿，宝贝啊！全让你都破坏了，破坏了。嗯，这都是文物啊，被你们野蛮的扯烂了。这俱乐部的俱乐部旗，全是地毯吧？地毯，地毯，都是地毯。嗯，都是地毯。哎呀，慢呀慢呀，你慢点慢点，你想看里面还有啥呗，还有多大呗。对呀，收宝嘛。好嘞，那边能进去，这儿能进来。对呀，费半天进，这是迷，费半天进，那面还有门。九三年十五福临，十七福临地图，匈牙利谁家有地儿。嗯，对，谁家有地儿把这整个拿走，这个值十万。对，1958年的，嗯，五八年的地图，对吧？他当时卖300福林这一张，哇，他这做好了，就这种老的了已经。那你要是当博物馆用，嗯，这应该是苏联时期的地图，苏联的，对，看着，嗯，这是中国。对，台湾和中国是一个颜色。你们记着点这个，这布达佩斯地图。对，啊，都改名了。啊，以前的名字不是这样。这可能是苏联时期的什么前进路了什么的哈。解放路、前进路。嗯，这个这儿磨坏的这个地方，嗯，这是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。产武在这条街上，嗯，我们现在在这儿。很多人都在这捏着啊，这是我们。那你别他杵了，都杵没了。啊，这是咱们在这个位置都被无数人把它摸过了，摸的都没了。嗯，摸楼了，跟到此一游一样。这原来只有铁路桥，没有公路桥。啊，这当年只有铁路桥。链子桥，国会旁边还有座桥呢。这不国会大厦吗？啊，弄点硬货啊！
也给炸了。不用，这事儿得考察一下。考察一下，这个国会大厦这儿还有个桥，咱以前霍苏特桥没听说过呀。嗯。偷走呗。我这张地图真的挺好的。你想把这壁画给人家拿剪刀剪下来带走？嗯。这壁画地图。历史资料。历史资料，你要是拿剪子剪带走，那成了盗敦煌壁画的那个英国的人了。千万别抠啊！要抠的话，你就还不如整个拿走呢。整个拿不走，你这钉墙上了。行，这几个人像盗墓的一样。屏风。木的，布的，纺织的屏风，能干啥用啊？菜地里头，挂菜地里各个木平台，抽烟用。你把这么好的文物，都糟蹋了。这当顶棚挂也行，这是拉直了以后，特别高，能方顶那么高。完了你，完了你。哎，你打一个，来，是不是？那是吧，拿回去做豆腐也行呗。好，这是淘到宝贝的啊。小朋友淘了点什么？淘到了快乐呀。硬币。嗯。很好。还淘了两很好。还有第二批人。这文物怎么能用20公斤来计算呢？哎，糟蹋了文物了。这是盗墓的，吓人啊！嗯，这么发啊！这轱辘卡了，别拨啊！压吗？对。我们今天的淘宝之旅就这么结束了，大概2个多小时，每个人都满载而归。手机也没电了，摄像机也没电了，照明灯也没电了。看他们拿胶两包。刚才那张老师说他淘到20公斤的东西，淘文物按公斤算。好，今天淘宝之旅到此为止，下一期再见。